其实挑衅，杨幂一天就知道睡觉吧。给爸爸一个行吗？我不要给爸爸。你不要那手了，那手都不要了。来洗澡去了，洗澡去，来洗澡去，洗澡洗澡洗澡。我去洗了。
你东我西发什么眼夸一身的伤，你呀你比俺快往只身一啪一声两王。他不配站在你眼前，你的存在能看不见，姐夫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，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，为什么那么痛。我们也曾经是帅气欧巴，现在被我们一把输了。有人这不是我嘞，这就是你嘞。我跟你说了，这不是我嘞，我亲眼看见从你兜里边掉出来嘞。兄弟，你是没结过婚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一个结过婚的男人，兜里边不会有钱嘞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我老婆呀，永伟，我不忍心扯你，猪肉价格高，逼到你挨刀。心情是拍不到的，现在给我拍不到的。哎呦我的妈！Thank you.
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报一张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哎，四五六七八，报一张，要不要？充电器，给我充电器拿去。滚！要不要？八，八嘞。我八嘞，我八去哪里了？八，哎，八在这。哎呦我的妈！录了。